土团党大会今日迎来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前首相穆尤丁昨日刚刚宣布不再竞选明年的党主席职务，然而在一天之内，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撤回辞职决定，将继续竞选主席职位。在总结大会时，穆尤丁坚持原先的退位计划，或者担任党顾问，并提议成立类似长老会来决定党的重要事务和选举候选人。 然而，现场所有党员一致高喊反对，要求穆尤丁继续领导土团党，场面激动。穆尤丁对此表示，党大会虽然具有一定权利，但实际上最大的权利在于他的妻子潘斯里诺莱妮。据穆尤丁透露，诺莱妮在他宣布不寻求连任后，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并表示党需要他。妻子说：“他们需要你。” 他们是真心的，我就回复说：“我知道，但又怎样？”妻子说：“那就继续这份祝福，党仍然需要你。”最终，受到全体党员的强烈要求，穆尤丁宣布决定在来届党选中再次竞选主席职务。土团党代表大会也在今日通过一项决议，拒绝了前首相穆尤丁在来届党选中不寻求捍卫原职的决定。 该决议获得土团党代表们的一致通过。土团党常任主席莫哈莫苏海米在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决定。该党代表们也通过了与此事有关的另外两项动议，即拒绝该党最高理事开会以讨论接替慕尤丁位置者，以及拒绝慕尤丁称本届代表大会将会是他作为主席的最后一次大会之立场。慕尤丁也不忘在会上抨击团结政府。 称其在振兴国家经济方面的表现令人不满。他声称，就连非马来人也对昌明政府感到不满，认为其无法复苏国家经济，并未能保障马来人的权益。如今，就连非马来人也在问这个国家怎么了？他们不满意团结政府的表现，没有能力复苏国家经济。慕尤丁还提到了自己先前要求法庭归还护照的经历。 表示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感叹自己似乎是唯一被指责的人，而其他犯下错误的罪犯却被释放。除了我被指控以外，其他人就好像没犯错。这就如我们才是那个唯一有错的人，因犯下罪行的人却得到了 DNAA 释放，不代表无罪的判决。穆尤丁强调，在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治账户被指控是干净的。 并称自己所面临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也在高庭被撤销。乌统最高理事拿督博爱指责土团党缺乏本身的草根基础，其成功完全依赖于伊斯兰党。他指出，土团党不仅在政治上落后于一党，而且即将退党的国会议员也正在抛弃土团党。 博爱特别提到土团党总秘书拿都斯里韩沙在努丁，称其忽视了土团党的衰落。他反驳了韩沙在努丁在党大会上关于土团党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中赢得三十一个席位的说法，称这并不能掩盖土团党的政治衰败。报道引述韩沙在努丁的谈话称，土团党成立六年后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是我国政党中史无前例的。 然而，博爱在脸书上明确反驳，表示土团党无法取代乌统，并且在马来西亚的州属中没有像伊斯兰党、乌统和人民公正党一样的坚实基础。首相安华出，马来西亚糖尿病病例在亚洲位居榜首，因此他指示所有部门确保所举办的每个餐会都减少糖分。马新社报道。 安华在为乡村企业家嘉年华开幕致辞时，敦促人们减少糖分摄入，以降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并呼吁本地企业家协助控制糖分使用。报告显示，亚洲糖尿病病例最高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这不仅仅是卫生部的事，我们应该成为健康国家，因为伊斯兰教强调需照顾身体健康，而马来西亚摄取过量糖分。 成为糖尿病排名第一。他表示，对于糖尿病在一个对伊斯兰教和传教有认知的国家如马来西亚高发感到遗憾，并指出这反映了对健康的意识不足。此外，安华还表示，即使物价上涨，政府仍将推动补贴合理化机制。他指出，明年将实施推迟多年的改革，包括爱心援助金等形式的现金援助。 以帮助特定群体，他明确表示，政府将坚定不移的推动合理化补贴，即使价格上涨也不改变这一立场。大马皇家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查鲁丁今日对前特警希鲁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中发表的言论作出回应，称其言论属于无稽之谈，并可能引发更多揣测。警察总长指出。 在大马宪法及司法制度下，希鲁已获得为自身罪行进行辩护的机会。他指出，希鲁在澳洲接受 LJ s a r、ER、a 采访时提到的各种说法，在大马的高等法庭直至联邦法院的审讯中并未提及。他强调，若希鲁有信心和新的证据，可以透过律师向警方报案，以便执法当局采取行动。拉查鲁丁表示。 希鲁在采访中的发言毫无事实根据，只是引起更多猜测。关于希鲁被澳洲当局释放一事，他重申大马和澳洲签署了2002年刑事互助法令，可以相互引渡囚犯，前提是采用供认犯罪原则。他解释说，由于澳洲不承认死刑，导致希鲁无法被引渡回国。尽管大马目前已废除强制死刑。 但死刑在国内仍然存在，只是不再是强制性，而是由法院酌情决定。马来西亚多语作家协会 （Pen Malaysia） 敦促内政部停止在本地书店展开随机扣查书籍的行动。此前，内政部执法人员在八打零在野的文运书房 （Shirek Budaya） 扣查了八本标题涉及马共相关的本地中文出版书籍。 该协会主席李安妮·安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不时进行的书籍扣查对作家的创作已经产生不良影响。从原则上，任何阻碍社会自我理解的事物都是不民主的。根据文运书局的一名员工透露，被扣查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是在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令下被禁的，至少五本是历史书籍。 二本是马共党员的回忆录。该声明指出，政府官员于今年八月亦采取了查扣行动，当时从本地左翼作家本茨阿里 （Benz Ali） 的吉隆坡书店没收了二本关于诗集及学术著作的书籍。